他们已经结婚了，我们只是在领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跟别的女人在我的婚床上鬼混。什么？不许你胡言乱语！不要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那么，首先，请新郎新娘交换结婚对戒。 好，新郎，请稍等啊！在此之前，请大声说出你对新娘爱的宣言。乔乔，自从你答应我跟我回老家的那一刻，我就认定了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。时光飞逝。 我对你的爱始终没变。从今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我会用我的一辈子去守护，去兑现对你爱的承诺。乔乔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栾宇会给你一辈子的幸福。 这款袖扣是今年的新款，全市就只有这唯一一款。今年最火的男明星李维斯也戴过它，我想您老公一定会喜欢。有些东西，我老公会觉得有新鲜感，不是你觉得他喜欢，他就真的喜欢。奢侈品你不懂。 男人，你更不懂，所以做好你销售的本职工作，少说话，少虚荣，少妄想，懂吗？希望我说的话，你是真的明白。 真的吗？每一天。啊，对，每一天。啊，不，每一刻，每一分，每一秒。谁送的？袖扣。什么袖扣啊？啊，朋友送的。哪个朋友？就那个石头。我再问下去。 这几天不在我身边，我都睡不着了。要不我去接你回来吧？那怎么能行呢？这结婚之前，两个人不能睡在一起。我不嘛，没有你我睡不着。我也睡不着。
但是我们结完婚不就能天天在一起了吗？老婆，你说我怎么这么爱你？我感觉我比刚在一起的时候更爱你了。我好期待啊，明天我们在结婚的时候，你穿上漂亮的婚纱站在我面前，你一定是全世界最美的。喂，老婆，哎，老婆听得到吗？喂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回家之后我再跟你解释。现在这是婚礼呢，我们把戒指戴上，回去之后我好好跟你说。来，蓝玉，是你跟我说的，要让我跟你回家，你会爱我一辈子，我信了。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是一时被蛊惑了，你就是图个新鲜感而已。我觉得只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们可以从头开始的。我还侥幸你心里是爱我的，悄悄。可现在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哪一句话是真的。乔乔，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样吧，姐，回家之后我跟你好好解释。我们先把戒指戴上，好吗？苦乔，任性要分时候。你看看现在是什么场合，赶紧把流程走完。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。妈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是觉得我们小门小户的，给你们栾家丢脸是吗？还是说怕我告诉大家，你儿子在跟我领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跟别的女人在我的婚床上鬼混啊？什么？别胡说八道，赶紧闭嘴！这怎么回事？你要是还想进栾家，就别闹了。你为什么跟我儿子回家？你心里没数？妈，你闭嘴！你少说两句。乔乔，暂停话，你先把戒指戴上，回去之后你想打想骂都随你。来，早干嘛去了？没玩够是吗？干嘛跟我耗这么久啊？不许你胡言乱语！你怎么能打人呢？